真多。哎，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哎，我姓潘吼，潘良华。若要记该好记，住伫水边的番，就是我的姓。吼、哦、，OK。啊，今仔我来讲一个农场的管理甲健康。王先生，好，来，咱这农业吼，得跟水上有关系嘛吼，所以我为这个水先来讲起。咱这水吼，那无水就无农业啦。那么，咱以前拢讲阳光、空气、水是咱的生命的三要素。啊，那我个人我就搁个加一个土壤，啊，因为咱爱脚踏实地，啊，那无土壤嘛无法度生产一挂动植物，啊，有植物，较有动物，啊，咱较有通啊，为只个植物的蛋白质啊，是动物的蛋白质啊，哦，来提供咱人类的那个生养众多安尼吼。那么水甲农业的关系这么大吼，但是咱台湾对这个水的资源拢无咧个重视，啊，所以你看咱的水污染，为北甲南差不多所有的溪河流，拢种足严重的工业化学品的那个污染哈，啊，即马东部还好，因为东部较无工业区，哈，所以东部拢讲，互咱西部人讲是后花园啊，哈，啊，这是照讲是对因来讲较无公平，哈。那么水的水土保持哈，嘛是足重要的哈。那这个杂草，咱较早老一辈的这个，吼，阮是大人去背，看到杂草，拢甲当作原始人咧看待，吼，欲除之而后快，啊，所以自从这个杀草剂发明了，杀草剂所用迄、那个使用量非常的大，啊，所以也造成咱的水土保持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呐，本来这土壤有一挂植被哈，比如讲大樟树啊，哈，啊，小灌木，啊，加这个哦，花花草草，这个地被植物，有咧甲保护掉咧，雨落落来，拢有只个树啊，甲砸掉咧。啊，你嘛甲杀草剂甲除掉，迄、那个表土裸露，落大雨，迄、那个土，迄、那个水滴跌落就喷起来，啊，就对水流去溪位海去啊，吼。啊，这个表土是上肥沃的。上好的土壤，结果咱的表土、国土一直流失出去，啊，所以变成农民较深的土壤较无养分嘛，较无有机质，所以就爱靠农迄个肥料，迄、那个化学肥料来施肥。啊，你看，八八风灾进前，这本来是足青翠的山啊，这中央山脉伫这个南岛山较南边只。八八风灾了，这一条一条白白的，这就是拢崩塌地。咱看迄细细啊，迄一个崩塌地拢几啊百个，哦，啊，所以啥啊？一个落大雨，迄、那个土石流拢会产生。以前无听咧讲啥物土石流，都自从这个宋楚瑜做乡长，哈、哦，要五毛给一块，啊，伫个山区。开足侪这个山区的这个产业道路，爱咧开山路，开肠破肚，搁把遐土送去溪坎落去，落大雨，遐土就流去溪里了，啊，就造成土石流哈。你看，这丛树啊，伫一个山坡地，啊，就是有风太雨，伤过落啊，伤过大，伤过多，含氧水分伤重。迄土
筋把迄土板袂掉啊，因为水愈济是迄个重量愈重嘛，轮流放的啊，拄啊你会当看讲这个树啊吼，这树根差不多三丈老深啊，所以这个山林的树啊，是安怎日本人来，因迄阵有咧找，但是人因是找伫咧四丘关，这个吼找掉，迄粒头要老咧。那么这个树啊本来占地足快，伊边啊就去种细丛的。啊、所以因有二代木堂个枝，然后较大是二代木枝，二代木来个发三代木。但是国民党政府来，树啊找无大根，挂迄粒头挖起来去做桌面，迄个啥物艺术桌啊面，哦，迄一个拢几万啊，几十万安尼咧卖吼。啊，这就是造成讲，那因种个因，咱即马咧承担这个后果吼。現在這個土石流就是以前就有一直撤球一直挖金、哦、一直開路所以這裡這個水土保持做得不好嘛、哦、我們來看這個以色列水資源的管理以色列有很多我們可以學的地方、哦、比如說另外他這個用以色列是沙漠的國家他們很欠水的他們這個國家65%的水是要靠加利利湖，那么这35%的水要从哪来的？因去发明这个海水淡化的技术，哦，因是这个海水淡化技术的设厂哈，还是在设施，因是世界第一名的，所以因25%的水要靠海水淡化的技术来做，那么剩的还不够的。饮用回收水，搁定制做，哦，人要食就做甲人会食哩，啊，一般拢会灌溉哈，就较做较粗啦哈、哦。那么你看伊这个，这是一个滴灌的系统的管路，啊、哦，伊用滴的，滴有即张植物，哈、哦，伊要收要食的根的部分淡就好啊。那么其他出来拢大，安尼地也较袂发臭，哈、哦，你也免去除臭这个问题。啊，水个作性，啊，因这拢用电脑控制，吼、哦，因拢用微电脑咧控制水量，吼、哦，啊，包括肥料、水态肥料对水来，吼、哦，伊要食偌济肥，适当的迄浓度好伊安尼，吼、哦。那么以色列一年较落200mm，无听因讲咧做旱，咧咧欠水旱灾，吼、哦。迄就是因，我头拄仔讲的因遐个方式哈，有咧回收。那么台湾一年落的量有2150mm，超过全世界平均值800mm的2.6倍。但是咱若雨季来、风台季来，咱就做水灾；啊，若无风台来迄时，咱就咧发不时就有两三个月。迄水拢欠水嘛吼，拢在讲啊爱限水啊，第一期限水，第二期限水，啊无着啥物，油米袂使去种啊吼，爱烧光。啊，咱去迄个联合国列为第18名欠水的国家，啊落水落全世界2.6倍，搁会欠水，即着咱的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啊，吼、哦。第一着是讲咱的水费一度差不多10块钱。以色列因的水费哈，一度才40块，就是因为咱水俗，所以大家都啊流水就好流啊，流不要紧，反正无偌济钱哈、哦。啊，你水俗，这个厂商也未发展讲啥物高科技的这个废水回收的技术，啊，造成咱拢足浪费、足讨债用的啦。我洗车安尼开足大工，佮干。甲机安尼大大杠来冲哈，以色列因无咧洗车，你若洗车会用举报，会开罚单。哦，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嘛真趣味哈，因2000年前哦就用贝提啊，啊这个国家的子民的细算，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又希特勒台积到610万人，了因割过。因
绝对要建立一个因家己的以色列国家，因有国家来保护。因已经体会讲，无国家保护的是原因无这个尊严吼。那么因与迄个阿拉伯的六日战争，也是因啊，跟以色列边啊，这迄个回教国家闹咧发生冲突，因啊动员召集令动员落，世界以世界各国的这个因的犹太的这个侨民，都拢坐飞机转来保卫因的国家，吼、哦，啊因是全民皆兵，查甫查某拢来做兵。顶礼拜，这个以色列为了一个以色列大兵，用1000名的这个、这个啥伊斯兰教的这个俘虏，把迄个大兵换倒转来。迄个大兵就是伫边界吼，一个兵哨的哨佐，啊，这个阿拉伯国家乌地刀出来甲俘虏转来。那么以色列是安怎要开遐济？精神用1000人去甲换迄个转来，因就是讲，因以色列人无济嘛，400几万人尔，因每一个兵拢足重要，所以甘愿用1000个俘虏去甲换转来。安尼看，这个兵有价值无？做以色列兵才有价值。以色列人，伊甘愿讲我为国家牺牲，国家爱照顾我的家人嘛，吼、哦，所以咱台湾的做兵，什么经验？较早施工，较早有兵啊，才教士的啦，吼、哦，也是做兵士，拢上一副棺材都算袂歹啊，安有可能？差人差遮济，吼、哦、，OK 好。啊，咱这个农业含粮食，吼、哦、啊，作为粮食爱靠。农夫来生产出来，好。以前蒋介石伫台湾，伊还阁有咧注重这个粮食安全，伊讲战备粮，有无？即马咱足久听无听了战备粮这句话啊，吼，因为安全存粮都无，已经无要放工大了啊，所以因也无咧注重这个啊，吼。其实台湾算完啦，较危险的所在，因为咱边有一个罗马国家，一直要甲咱吞食落腹。所以咱家己的粮食自给率哈，进目前差不多剩32%尔，到尾70%的粮食拢要靠进口。那么如果阿强啊去配兵，甲咱封锁啊，海洋封锁，那么真有可能咱本来若一顿食三碗饭吼，可能干来两食一碗尔吼。所以这对咱的国家的安全真重要。有时啊，咱若迄个封锁一段时间了，存粮食到差不多以后，咱就家己内乱啊，家己就抢粮食，就家己就内战起来啊，吼、哦。啊，我对这个农地小耕我也真有意见。台湾这好的土地，啊，粮食自给率才32%尔，竟然把好的地放了发草、发芽、发这个杂树。这十树咧大个紧嘞，这若大叶树吼，有诶三档就差不多像电话条下机安尼。所以你若这大树若农药发起来吼，5档后你若讲要搁复耕吼，讲哦即马，比如讲搁较好价要来种啊，你若要请怪手乌遮，你着算无得着讲哇，请怪手。要乌遮，要去定种地，爱开遐钱钱，啊，卖啊，估计卖啊，啊，对，继续芳，哦，对吧？我上讽刺的就是，山顶咧插树啊，平地咧造林，啊，这有讽刺无？哈，啊，这你若讲石头地，我都无会讲，起步地，啊，若好地，啊，种这后日若要复耕，看要怎复耕，哦。农业甲环保，即卖农民讲开是比较早看话正济。以前田花草爱去割，爱去砍，哦，啊，地方内底若有杂草，拢爱去用手敲。
即马拢也杀草济，除杀草济，加作轻松。但是，这对环保真大个伤害。咱台湾人一年平均每一个人拢用九公斤的农药啦，世界排名第一名，嘛可能输阿强安尼啦。咱个医生起码要读医院，伊七年还佫出去实习，才会当开药方。那么，那农药店，因敢有经过啥物考试？假使若有钱，你就当申请一个商业执照，就当开啊。那么，伊咧派药啊，给农民安怎派？伊用像个用包个纸剂就对了。本来是一个病虫害，你就用一种药啊，哦，一发哦，就会当。一项药就好死了就对了，结果这个农药商为了要赚钱，他也要保证说较稳有效就对了，我就派三四项给你用包的，无论你是睏还是病虫，反正我加卖三四种给你，我就加几啊成这个利润，啊农民退去就拢蓝蓝夹夹的就铺好去啊，这增加的量。就造成咱环境的荷尔蒙，吼、哦，这个化学浓度拢悬起来。所以是安那，那先愈文明，那么咱的病医生意才愈好，愈开愈大间。哦，大家病医都爱排队，做者急诊室拢爱排队，因为无病床啊，病床人拢占掉了呀，拢断，吼、哦。啊，这就咱这个工业的这个污染物，吼、哦，啊农业的。农药的污染物，吼、哦，造成咱的环保，吼、哦，受到伤害，吼、哦。那么，以前蒋介石讲叫咱来牺牲农业来扶持工业，那么这二十几年来，咱的工商业蓬勃发展，结果，把咱的农民拢袂记啊，所以以前还发生五二抗农民事件抗议，吼、哦。就是政府拢压制农民，拢爱平均物价，吼、哦，袂使和咱的主要粮食稻米的价格铺了伤悬。但是像你看最近牛奶咧起价，吼、哦，那么假使也咧起价，大家拢起，结果稻米起袂起哩，啊，今朝一斤三块，吼、哦，迄是农民要交人三块，但是。咱正经去买，可能才十块啊，中迄个中间商剥削去，啊，农民拢赚袂到啊。啊，造成讲农村的这个人民，这农民，伊的子弟要享有的这个，伊可能买电脑的这个，也袂点买较好的，就拢买较俗的，速度拢较慢，那上网就输人啊，啊，啊要保险呢？庄稼所在补一班也少啊，我若都市，你要补几棵就几棵同去补嘛吼，啊这个恶性循环会造成农村越来越凋零，少年人不爱带庄稼，不爱做农。啊电视咧报一个广告，啊阮这代若过以后若无人做啊，看你要食啥，对不对？啊，咱今麦来讲，想到讲，流亡中华民国这个军政府，伊安怎甲咱台湾人饲教呢？治理教服服帖帖，哦，伊第一个就是1947年，利用二二八这个事件，有计划甲咱台湾人的精英，派到要30,000人去，这30,000人是日本。开50年的时间，所训练、所教出来的精英，结果因为伊蒋介石知影讲，伊是较低文化、低水准的国家要来甲咱统治，伊可能统治袂落。若无甲这精英杀死，因为这精英就是以后的反抗的领导者，这若无杀死，伊要来会危险、哦。所以有计划，甲咱的精英拢屠杀。
第二个，伊甲咱台湾的物资，从油米盐一直送去中国，去支援因的国共的国共内战。台湾本来三百多年来唔捌咧经营，就拄啊迄段时间物资大波动，吼、哦，啊伊甲一九四几年佫利用这个物资大波动来甲你用四万换一块。把恁的台湾人的有钱人拢变三千人，你若当时有四千万的人，要换嘞，拄啊存一千块，哦，你一千块会当做啥？来，第三个，本来地方的头人，大部分拢是大地主，即个原来有反动的思想，哦，伊会当号召人来甲你反对你这蒋介石流亡政府来甲人管。但是伊就利用耕者有其田呐、啊，吼、哦，山丘减租，把你只大地主拢变作小地主，吼、哦，啊你若讲要反抗，你无钱买便当，请人食，啥物人要对你去业游街，去抗议，吼、哦，啊，过来，剩咧还无掉的只，哦，用戒严，哦，啊，三十八年。全世界上久的戒严，哦，来给你通知。你若讲话讲无合意听，就伫喺关个生杀无。哦，到即马也有足侪人，那像恁遮可能拢有食好当的药啊，敢来？有介侪人吼，查某囝是一个讲买来遮，讲、嗯、啊，你去唔知迄种变变未吼？哦，还是伫喺关无？所以我原来真钦佩恁大家有这個勇气来遮上这个课哈、啊。第五个，用教育，伊拄来就甲咱讲，哦，啊，咱拢回归祖国啊。本来咱的母国是日本啊，啊，伊来就先甲你甲讲，咱已经光复啊，好，啊，咱已经回归祖国，啊，咱的身份准错乱去，好、啊，因为。一个用教育给你教，我们都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跟你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妈。其实这句嘛唔对的。迄阵的登山公来，迄阵的汉人来，拢是伫大陆混不下去的较济啦。哦，啊，到来遮，拢差不多做流浪卡。但是，以前咱的贫富社会，哈、哦。其实咱大家，那伊迄个马歇医院的这个林玛丽教授，伊专门研究这个人类分裂的 DNA 哈，伊讲咱每一个人，差不多台湾85%的人，伊的血内底有80%的基因是病毒作的基因，啊、哦，那么登山讲，这句唔对是哪？因为迄阵咱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讲，妈妈这边咧换手头的，金钱经济拢伊落了咧。啊，你做翁的吼，你若表现无好啊，等你出去，这个妈妈带住，把你物件收收，包括收收咧，把你等门口。啊，你回来看到你的包放放伫外口，你就爱把你爱走啊。迄阵的母系社会是母系妈妈这边靠威严。啊、那么咱要教一个讲，咱怎敢那堪比共国的啊？本来咱战争咱是敌对国啊，咱日本的台湾跟中国咧战的啊，一个光复落去煞哇，本来咱是战败呢，啊，即马方讲光复，啊，咱是敌，咱汉人，啊，咱算赢的这边，啊，大家若要做赢，哦，大家拢哇哇过，结果家己的身份错乱，认知就错乱了。啊、你就变会认贼做老爸呀，对不？好、哦，啊，过来。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进前就美国就压迫蒋介石讲，你爱开放民主选举。哇、哦，咱台湾人，我那讲讲咧，吼、哦，想讲哦，啊，就若有选举就是算民主啊。结果咱是伫一个不平等的，吼、哦，的情况下，伫。因
中国人甲咱所歪钱东散吼，啊，搁利用政策，甲这军公教吼，甲加薪，互因的福利较好。啊，咱台湾人哪有啥物福利？哦，咱是纳，咱有义务纳税金尔，互因去歪哥安尼尔。哦，啊，这伫媒体咱也属于伊掌控媒体迄阵。电视报纸拢因，差不多99%拢因落掉咧。迄阵差不多就剩智利咧报死啦，吼、哦，爱看着尔。剩咧早期还无自由时报、哦，迄阵咱要得到正确的资讯足困难的，大部分拢去迄阵我党外杂志，啊，党外杂志佫不是咧用查证，所以。用这款的假选举，咱较算嘛，全选输较济啊！吼、哦，伊就用这六招，把咱台湾人饲到安尼，足侪人拢无法度觉醒，并无法度明白因对咱的奸诈的这个，吼、哦，把咱骗了掉。吼、哦，对，我这都希望啊，一块的，好、哦，这个外来种吼，伫农业上，即个外来种。拢对咱台湾人拢足有帮助的吼。你、哦、看，这个番薯吼，咧救介济台湾人，因为1949年迄阵，台湾人那3PP啊，要40,000+一元，哦，都到电脑，哦、我番薯，我甲阮爸爸番薯碗食足济，但是番薯救人，哈呐，无人会甲感谢。阮爸爸伫台湾。6-7年前，我讲爸，我买一挂番薯来煮番薯锅饭，互你食好无？伊讲哦，妈妈，哦，迄阵电脑食足济啊，食到惊着啊，对吧？啊，叫伊毋知讲哦，即摆番薯食足好食，迄改良甲足好个。我就问啊，讲哦，你莫食，我煮我食。但是我咧订饭号个时，我甲下2-3块伫两三块番薯块伫内底哦。伊食了哦，他真好食。我佫会走来问我讲。因为我家己种的嘛，啊！你番薯田里底，我摕一挂来种，你嘛家己特别种啊，哈哈。哦，你甲看，这外来种吼，这个叫做番石榴，外来拢会加一个番，你甲注意看，这叫做番茄，啊，这番啊姜，啊，这番薯，啊，这番麦啊，啊，这番啊花，哦，其实你看。你拢讲番呢，啊，其实番唔是歹物件，吼、哦，但是都独独有一个歹啦，外来都有一个歹，就是外来政权中华民国，吼、哦，这个就歹。啊，照讲因外来，因爱叫因迄爱叫番人较对咧，啊，那甲阮原住民讲，阮是番，吼、哦，所以你看因迄中国人哦。做个颠倒是非啊！来，啊，你们来介绍这个绿美化植物甲果树的介绍哈。这个树葡萄，这个树葡萄哈，伊一个好处就是讲，你甲种的，卖免这做处方的，免啥物管理，伊自然就它发个变大长，啊落落安尼吼。啊，这那机会。春天来时，换新叶安尼足翠绿的，足清气香。哦，啊，这已经剥开伫盆仔顶，吼、哦，准备要销售的。啊，即摆佫有另外一个新的品系吼、哦，这较大，这是旧的品系较细粒。啊，这拢生伫骨，啊，这个品系是生伫尾溜的吼、哦。啊，这看伊开花的状况。伊位头部就开始开，开到尾溜，差不多一尺无开尔。吼、哦，啊，这花足芳嘞！伊这花芳介于伫这个桂花甲玉兰花的混合的迄个芳味吼。啊，伊这个树啊，含鸟巴拉，含迄个莲雾是共科，拢叫做桃金娘科。啊，你看伊这花是像迄个莲雾花共款，只是较细蕊。这哪开始咧长乌，这要开始要成熟啊！啊，这乌就正成熟的，啊，这个三代，它三代同堂，
后花、后青的果，啊，成熟的果。啊，就啊，你看，伊这树干，伊这原来翘壳，含这个鸟巴拉同款，鸟巴拉的树干嘛翘壳。哎，这叶啊虽然开始翘，啊，你甲挽落，甲捋捋，你甲平，鸟巴拉皮。哦，所以迄阵电视台来搞采访，讲我咧种鸟巴拉生葡萄，啊，就这款的。哦，人种葡萄生菜龟，啊，我种鸟巴拉生葡萄。这真正乌金啊！迄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捌听朋友阿讲，台东个饭店咧卖一斤500块，够做无？哦，二十年前500块足大样个。啊，你看这伊敢若为土脚有，这土为只开始生。哦，差不多这个土脚嘛吼，安尼生到尾溜去。啊，这丛虽然细丛猛细丛，都往那生个。啊，这毋是人爱食鸟，阮迄阵毋知第一工就甲慢食，哎，鸟巴拉味，哦，啊，第二工慢落去食，嗯，你讲熟起来味，第三工慢落去，嗯，啊，它有山竹的味，啊，有讲百香果的啦，讲讲的它有六种的口味，伊这个果实，第一工甲第九工，伫遐头伫个第九工上好食，伊的果实更加的皮薄。啊，果酸拢已经变作果糖，啊，佮有迄个香味，哦，迄阵上好食。无同时间，伊个口味会变。啊，这鸟鼠也嘛足爱食个，哦，啊，鸟也爱食，啊，连我个狗也嘛爱食呢。我有饲一对101种狗，啊，就咁，嗯，我个树葡萄那伫个腰个一骹只拢无个，啊，这是上班个。开拢干那搬家呢，啊，顶个拢无搬，结果我发现讲，就是我那狗啊，甲放我出去走的吼，伊放菜就是，伊放菜了了，就先走去食葡萄啊。哦，我唔知吼，迄个了，我就开始注意到，饲我爸较甲放，我就后壁就无食，结果迄个狗，迄只狗无甲生几只，你知无？我生16只，哦，我看着昏去。生到都毋知生许生了，我去甲算，足歹算个，因为我用一个盘啊，甲掠来一只、两只，啊伊几只甲我夹倒转个，哇！啊我都算要几半点钟算，我都算，到尾就伊咧睏吼，我甲伊遐偷偷算。哦，我顾遐狗惊足忝个，安怎？因为无狗遐就冷拢好16只只啊。啊，即马饲饲阵，我发现，哎，哦，啊太大只只，差只只，咬抢个就是咬抢，啊袂晓抢个就一直散，一直细只。哦，我做爱变保姆个呢，哦，那较大只先个伫遐变啊，也细只伊又食冷啊，哦，真忝。啊，即所以若有头拄仔讲袂生吼。哦这去食寡，吼、哦，唔食伤济，爱有控制。无唔多人生三胎就忝啊呢，吼、哦。啊，拄我当牧师讲个，哦，一个生四胎。啊，这鸟啊吼，我本来想讲，用鸟网啊甲盖起就好啊，鸟就飞袂入去啊。上高只就放迄个白头翁啊，白头鸽啊。啊，鸽啊，白头鸽啊，点啊，我甲盖个。哎、欸，我甲讲阿太原来伫咧咧食，我上好，安尼我迄阵足迄头18年前，我若买一支 BB 枪来赶鸟啊，哦 ，BB 枪就要来拍，一去我，伊看我来，伊也袂紧张呢，两下啊两下啊，等我 BB 枪夹开，伊阵安尼，只拉天规安尼，一啊，夹手啊夹门冲出去啊，我无猜我万几块网啊钱啊。无我怎好安尼，可以买较细目个吼，啊伊就无多入去。啊，我较注意讲伊是安怎入去，结果伊是跳休日网啊吼，啊准像咧钓单杠用海准海就入去啊，啊被打败了吼。我来介绍这个
平地樱花，或者我种伫屏东潮州哈，啊，这每一蕊你注意甲看，每一蕊拢敢若像兰花呢，吼，朵朵是兰花，啊，这较种七年了，七年就开甲足壮观嘞，啊，这个就是种着品种的，啊，你注意啊，伊花开到5%呢，剩的拢叶啊，啊，这个叫做爪哇丹呐，哈，啊这。伊个叶啊，跟咱头拄啊迄个三月樱是足共款诶。哦，你若外行诶，毋知影。哦，你看，即已经要谢，所以开春开始咧谢，啊，即叶开始咧出来啊。哦，我甲号三月樱，啊，伊正式个名叫做桃红色。哦，即个桃红色嘛，桃红赠雨树，秦时偶赠雨啊，即个赠雨树足歹解释。就是哦，赠雨的赠雨树啊。啊，另外这种七年呢，这七年无介大丛，安尼规丛开甲安尼哈。啊，这有一个好处，就种那开春了，无外久，差不多三礼拜吧，叶啊就连伊就搁乌乌嘛，吼、哦，你看，安尼就会当遮阴。你若伫外口的温度，含这个树卡的温度。差不多五六度，啊！这个开是为这个往外哈，这个是伊的枝干嘛哈，啊！伊开花苞一直往外开，开到上盛开是接大泡。啊！这个国外这因种较久啊，哦，这差不多三层楼啊高。啊，咱头拄仔看迄差不多一只楼啊半咧，差不多六米至七米，啊，这了十几米啊。我另外这开甲遮茂盛。后来我来介绍这个黄金果，现在刚好这是黄金果，因伊皮是黄色的，但是是金面的吼，见到阳光了会反射，所以是金面的，所以刚好这黄金果，这名字好甲真好听啦吼。啊，这丛无树吼。伊个妈妈就对啦，一年头生2500粒，所以你若种一丛大丛诶，你家己食袂了，就爱去分食吼，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即山南科，嘿，伊看山南看迄个神秘果港科，嘿，大叶山南山南，看神秘果港科，看大叶山南港科。啊，这伊这个皮吼，会氧化。你若用圆珠笔甲写写，它三分钟后，迄字就浮出来，氧化的字就浮出来。啊，你若将树葡萄带来，对，特别久久吼，会当送男朋友、送女朋友。啊，这新的品种，这粒较大粒，哦，这粒头一斤。啊，你嘛介绍红龙果。红龙果甲头拄迄个树葡萄吼，是我认为上好种的两项水果。第一，红龙果我种28冬，毋捌除药啊。好，啊，红龙果迄个树葡萄一年会当生7摆，真少水果一年会当生7摆，这个佫较厉害，一年生11摆。这是伫阮屏东啦吼，啊那愈往北。然后到台中可能生9至10摆，哦，看迄年的温度啦，哈、哦。啊，你注意甲看哈、哦，这个我也拢无除药啊，因为我对农药也较敏感，哦、所以我拢无除药啊。啊，伊每差不多4月中开始开花。啊，每15天开一遍花，所以你啊，伊开花了差不多32天就会当办啦。啊，所以每15天你就会当办一届，一直办到差不多10月底、11月初。迄个有一届风台吼，一届敢若海棠台风的款，伊阁毋惊风台啊，风台来嘛，安尼害，枝条做安尼害。啊，迄届拄啊。开的花拢有雨压着，
所以我想讲，安尼迄个雨，伊个受落雨就受风不良啊，就还不生未开，无就死了吧，无啥物经济价值。结果，我就是讲，若十月底、十月七来、十一月七来结束，哇，到十一月中，各有各通个办啊。结果伊就是讲，伊一年应该要生偌济，一定会生乎你。虽然风台有伊拍着，但伊尾仔伊会阁保护你啊。哦，看安尼有可爱无？你无种会艰苦吼。啊，这伊拄啊，迄个花季来啦吼。啊，这差不多要过头两工就要开啊。伊这个花吼，因计成拢讲好啊。我开做一届开啊。哦，啊，伫三工内底总开了，啊，所以要办过，你头分三工办。啊，第一天就搬迄较大粒个啊，啊，特别鼻气个迄。我甲朋友做迄地，啊，伊拢会哭啊，看呀，啊，开始要鼻啊，你也无要来搬，较好管理个，我拢买搬个是较起。我咧挂住我买个对啦。啊，这花粉你看，伊这花粉边啊，这拢香嘞，啊，这个紫嘞，啊，这花粉会落落来。啊，你看这边啊，这拢花粉嘛，啊。啊，但是上好就是易花受蚊，你都卖用共一个品种的花啊，所以较早一般拢用一个小毛刷吼，咱咧烤肉迄个小毛刷啊，摕底碗，啊收收个花粉啊，较来温温这个。啊，尾啊，我有一届袂记扎遐工具去吼，我阵想讲啊，无我车顶有啥物啊，我想后去鸡毛签，我阵啥鸡毛签用安尼开头。安尼个穿个穿个也输过，哦，紧阁简单。我头一点钟就我规群啊，我用了。我朋友伊正教我，我讲好啊，伊唔相信。啊，你安怎用？我来用鸡毛穿啊。啊，一个台大迄个博士班呢，专门咧救援这个黄龙果，伊就甲我注意观察。哎，到十天后，哎，果实大家拢作条纹呢，伊准伫网络。发布这个消息，讲新发现用鸡毛签扫蚊，紧阁简单。啊，我你着知影，我改频段，我做个发明只频段波。来介绍这个罗庚梅吼，这个罗庚梅是那开新叶啦吼，拢红叶啊，出新叶拢红。我所以你看。这伫七八月的时，我的朋友带伊个朋友来我的园啊参观，伊讲：“哦，潘先生，啊，你个枫叶来七八月咧红，看唔到呀，啊。Okay. 你看一般树啊青青吼，但是你看伊出新叶拢红。哦，这足好个幼鸟树，伊结个果无介大粒，鸟啊足爱食，我嘛食咧，啊，但是我拢食树鸟啊，因为鸟啊红，伊就脱去啊。”啊，红我只涩涩啊，我着爱等下伊转乌，较会好食。但是着拢许先食了伊。哦，啊，伊这冬天的落叶，哦，这啊，若开春的是规丛拢红啊。但是迄届我着无用，准无去甲翕。啊，介绍这红花枫林，这个较常应该较常见啊。伊一个那像许小树，但是伊有一个缺点，伊。开花头七天后开始下，到第十天就落到规土跤咯，顶悬拢没有啊。啊，咱头拄啊迄个三月樱吼，伊花期头有五十天，足长的。啊，咱拄啊伫咱台湾樱花开煞，接落就是换咱的三月樱哈。啊，咱的三月樱是种伫个平地，但是你若阳明山的迄个樱花啊，还是玻璃的樱花，你若煞落来屏东种吼，拢全热死较济，伊不耐热。啊，这一个红皮中心，一个冠军的红皮中心，伫阮潮州，伊连续两届得了美国什么商会的迄个第一名，吼、哦，一当我送伊。啊，要安怎种好食的水果？这个山药节，我来介绍。第一个就是品种，哦，像我头拄啊讲的迄个火龙果。
我进前迄天买八个品种，无共人。哦，你讲你的上好，哦，我甲你买一两百支，啊，你的上好的，甲你买一两百支。结果迄八种拢互我淘汰，到尾我找到迄个品种是冠军的。去年甲前年，阮迄个品种连续两年拢摕到冠军，哈、哦，变个好只，哦，所以品种第一，哈、哦，爱先有优良的品种，啊，你若有优良的品种，你若无好的施肥管理，我那歹只，嘛有人甲我买我的黄龙果的枝条去种，啊，但是伊自认为伊介敖啦，我咧甲讲要安怎施肥管理，我爱听我的。无你用你家己的方法，结果伊的水果卖价钱拢歹。哦，我拢平均一斤四十块，大细粒男男做者，平均一斤了有四十块。啊，你若甲分子大粒的有六十块，中的还佫有四十块，啊，较细还佫有二十五块。但是伊都不爱听我的话，啊、所以那边的施肥管理，就是讲，啊，譬如讲以黄龙果来讲。伫年底晚刷，你这个氮肥哦，氮磷钾啊，真侪人老一辈唔知肥料三料素氮磷钾唔知影吼、哦。啊，这个氮磷钾，这个氮就是咱来甲补较济咧，和这个枝条哦，佮恢复一下。因为这个枝条，你若过大枝，每年过咧生口力开大粒，哦，啊，你若枝条过了无够粗壮，每年产量一定少，啊，那么到明年三月，你就要断水，啊，这水的水分管理就要注意，买好催花就是要断水，水减少，但是你袂使，那伊其他的果树，你就讲打个还有打死哦，哈，你原来观察讲来有咧练啊，就要补水哦，啊，黄龙果因为伊是类似沙漠植物啦，哈，重耐旱。啊，其实伊毋是沙漠植物，伊顶多是这个热带丛林的植物啦。迄伫越战的时阵，美国伊有这个越共吼，因用地道战啊，拢伫咧丛林内底挖地道，神出鬼没。哦，美国阵发明落叶机，用飞行机喷农药啊，喷落，遐树叶拢烂。啊，越共伫咧活动就看较显然啊，我就当甲复杂也是甲围剿。结果就独独伫战后美军撤退了，第一个恢复生机的就是黄龙果，啊，伊野生的作业作好生，一年有拄我讲的，那伫阮屏东生十米盖吼，那越南可能棉头当拢咧生啦，可能就生咧十七八摆胖乌，因为伊遐无啥物冬天嘛，那较南部这边，所以黄龙果这个食物，那救因越南人啊，救足侪人无去枵死啊！哈，啊，这个若要催花时，氮肥就要减少啊，磷钾肥就要提悬啊！哦，那么真侪人拢想讲伊要种有机的，那么何谓有机的肥料？真侪人拢许有机质肥料骗你，有机质肥料只是内底有甲你加一挂有机的。这个血屑哈，比如讲树叶啊，加迄个血屑、技术夫、油壳，吼、哦，这些物件，也是迄收遐个果菜市场迄个果菜叶啊，内凹的肥，啊，伊佫甲你染化学肥料，所以你刚刚看了伊有机质肥料，不等于有机哦。这化学肥料你若讲有机无啥肥，大大个。规个果树甲黑了，果树又咸死，迄浓度伤悬，迄根站袂住，拢烂去哦。所以真侪人拢莫名想，啊，我种树啊就好来，我甲落地肥准死。你爱去看你的成分表哦。正当的肥料商，伊这个成分表一定爱写出来。哦，即个咱的商标法有规定，氮磷钾比例，即双爱看，即双你个加起来超过十，就唔是有机肥料，这是咱的。肥料管理规定的吼，氮你若讲上悬，那有机的肥料氮上悬到高呢，五三二加起来都要十，安尼。这个台塑的肥料有一支是安尼啦吼，啊，但是
一般大部分蛋拢足低啦，拢两啊蛋可能一啊加零点几安尼啦。哦，有机肥料的迄个肥力较低，哦，啊所以哎不是爱追加肥料，哦，啊肥料施肥就是爱少量多餐，你莫规包讲来一包甲蛋的，啊这今年分今年的分要要你食啊，你家己袂使安尼啊，哦你爱比如每一礼拜还是两礼拜安尼。压一个啊，轻轻啊压一个，哦，少量多餐，因为伊无手啊吼，你袂使等一包多啊，叫伊家己进来存伊到只，等存伊到都明年的代志啊。啊，水分管理就是讲，你若火吹出来了，就袂使搁打哦。你若迄个打过头遐火，啊，伫遐小果实也生理落果，哦，爱就无采啊。那火开了，就爱正常。诶，水分好食哈。我阿来了，拄着爱移植的树啊，比如有诶，你迄个所在都要搁加搭一间，啊，诶，卡壳啊啥，弯着爱刷，啊，咧爱首先断根，移植较容易成活哈。啊，即从基本啊，就是拢一般先四颗咧两乌断吼，那头拄啊，即个就乌较深。这是一次，这差不多一次性的断根啊啦。啊，过来这是两次式的断，先断一半，有滴乌浅浅啊，乌一半尔，无去乌像头拄啊乌落哈。啊，这个是头拄啊三月因啦哈，啊，因为三月因的树叶啊足多，所以足啊抽水的，所以你若无留这条根出去外口食水哈，这条土条内面许树带，啊，若无水，你若无加压水。就会打死吼，吼，哦，即，哦，像即条自动灌溉有只经过吼，即，哦，有一个滴灌系统，只，哦，我若无甲压，电脑时间到，伊就会甲压水吼，哦，啊，即同款有一个灌溉，啊，有一条根伫外口，你要食水，吼，哦，啊，即留一条根伫外口食水，即，原来我的频段布置伊啦吼，啊，即条已经断根断了乌好，准备要出球啊啦哈！啊，这是另外一个乌号的包装的状态，伊这一捧一捧吼，伊这个同行的若买去，伊刷转伊的园啊，下咧啊边啊土甲背背哦挖去，伊就会一根的有这捧吼，这一捧一捧，伊会将发根佫发出来。啊，若有人看介意的，讲啊，这丛伊要买啊，这边啊土轻轻啊背哦开，就一定吊车吊走吼。就出销售出去安尼，这个是另外一个，因为三月因这只种一个新的品种，啊，这个同行唔捌买过，伊讲啊，无你先搞断根吼，我就先甲断了，伊讲就爱搁土回填，哦，即马土搁回填转去，伊就爱看到讲哦，只要搁博新年有啊，搁博新年博出，伊讲啊，这挖，哦，伊较袂叫我挖出去安尼。哦啊，就像安尼吼，啊，就那好啊嘞。啊，这个树葡萄包装好要出去哈。好，啊，来讲自动灌溉简介哈。这个自动灌溉有两种方式，一个传统的类比式的哈，这是传统类比式的，这24点钟的泰马，啊，配合这每边一格就是喷15分钟。那么那15分钟为球啊，伤淡啊，所以你还阁用一个分流的吼，哦。这个我正甲调伫个七点，啊，差不多8分钟啦吼，差不多8分钟在站嘛吼，会当卖哦喷遐久，而且会当控制讲为1分钟到买35分吼，拢会当调整。啊，这个同款，哦，啊，这个以色列数位型的微电脑控制。诶，灌溉诶，主机啦哈，啊，这只是美国的一间公司哈 ，Rainbow 的公司哈，这只都足够用的，这只，这一礼拜，哦，你拜一到礼拜，看对几工要喷哦，啊，工要喷也好，还是拜一喷，拜二休喷，拜三个喷，啊，拜五，拜四拜五休喷，哦，种会这样控制，啊，这会这样分6个区，啊，比如你若有6分地。每一分地一个控制，吼，
因为你若每一轮在种无同款的物件，你喷的时间无同款，这样设定。哦啊，一日会当设定三届，早暗会再喷哈，啊会补喷，啊半暝啊搁喷，会当安尼设定。啊，再搁有一个开关，哦，三工喷一届，两工喷一届，五工喷一届，啊是一工喷一届，哦，拢会当设定，哦，直接做好用。哦，啊，这上简单，搁有一个百分比控制。比如你若本来喷十分钟，你感觉无够，你甲调120%，哦，伊就甲你喷12分钟。啊，来喷10分钟上够，你甲调80%，哦，伊就喷8分钟。哦，足够的，直接足够用。哦，尾后我都拢用直接。啊，以色列吼，因为因沙漠国家水资源足重要，所以因拢发明这款，这个。我、哦、这里的喷管，那个低温系统的物件哈，这个上升水，这用一滴一滴滴，啊，这个第二升水的这个，伊内底边有12孔啊，都啊像个十二道光芒安尼喷出来，这个喷的范围大概一边30公分，啊，就这边喷到这边喷一尺，直径等于60公分啊，这呐，较细小型的。作物就用这个，那么这粒就喷6米，一边喷3米，啊，这个喷15米，这边7米半，这边7米半，哎，安尼设。这个我拿，这个我拿15米，啊，啊，但是因为这个在设吼，伫以色列因沙漠地区较无昆虫遐济，但是来到咱台湾，这个在设。啊，即马咱有一种蜘蛛，看来讲这个蛇，哦，这可能一个啥物动物哈，伊就想要来甲掠。等伊水停下时，伊就坐来边啊，用蜘蛛网种甲包起来。啊，即马等电脑哥讲，哎哎喷啊，哇，伊煞袂死啊，煞喷2点俩，这边喷一点，这边喷一点，啊，这2点拢做水灾，全拢咧做旱灾。所以以色列就发明这个蝗虫型的。所以电脑讲爱喷啊，伊压力来，伊即个跳开，吼、哦，伊会扑起来，开始喷的时间到八哦，十分钟有够停，收起来合起来，安尼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以色列运用分红色啊，就绿色，每同款喷的距离，但是伊出水量无同，吼、哦，像即、這个一点钟会当喷300公升。这红色的一点钟喷200公升，都会当用这个来控制水量，哈、哦。啊，这原来一个蝗虫型的啊喷头，这原来铺起来。OK，、啊、所以以色列，我感觉因足先进的，啊，因这个设计这个拢有专利，但是伊拢无爱在因遐生产，因拢授权，来帮咱台湾咧生产。啊，咱生产好，较阁交转去互伊，啊，伊较卖，阁卖出来。啊，因赚的是科技的钱，啊，咱赚的是赚一寡加工费，啊，污染留在台湾，哦，哦，咱拢自豪讲咱是迄个啥物塑胶哦，化学工业咱算足强的，占量全世界排第三的安尼，你无啥物好臭屁的，因为你搞。台湾污染个太严重了，好、哦，你看澳洲同款哦，澳洲因这个工程塑胶，含以色列同款，拢足强的。因这个物件我用10几年啊，要咧用也袂歹，日头晒袂歹，哦，所以因伫这个材料工程学这方面，因研究了真好。澳洲伊授权了咱台湾生产，澳洲的土地是咱台湾的几倍，我、哦、看。无60倍嘛，有50倍吧。他、啊，哎、欸，啊，他都舍不得污染他的土壤。咱台湾甲接这个订单起来生产，带台湾污染。好。啊，拄啊，这个，那以后咱民政府接政权吼。这款的污染工业，咱爱渐渐来个淘汰吼，高耗能、高污染的，这拢爱渐渐来淘汰。
咱台湾是一个美丽宝岛啦吼。你若伫一百年前来看都还是，但是因为最近这一百年，咱已经安尼变作一个像个垃圾岛啊。啊，植物呢品种不好，咱会当用嫁接方式来个改良。哦，啊，嫁接工具，哦，我遮有一挂遮，我这见到的较一般啦吼。啊，这是咧接仔个切接刀，哎，啊，一般咧接仔以前拢用这电气胶布哈，但是即马较新的就是用这石蜡胶膜哈，以这透气防水，啊，伸展性足好诶，会当扭断诶，啊，会当扭足断诶。我这个要改良品种，就甲旧诶剪断，啊，接新诶，迄、这个接新诶吼，伊剥伫呢。啊，拄啊，这个石蜡胶膜呢，薄薄诶，你都拢免咧管伊啊，伊会为只突出，伊会甲胶膜突出啦吼，毋免过去特别去甲照顾啦吼。啊，你看伊这界面干呐一束啦呢，哦，这已经是新诶，这大粒种诶黄金果。啊，这山啊，哦，山啊，若旧的，这个旧条，啊，接新的接伫遮，啊，但这着先啊用电气胶布，就是讲，因为这个山啊，拢足，伊个生长的强度足强的啦，生命力足强，连伊着发一尾足大尾，啊，你若敢若靠头拄爱使那胶膜吼，惊若风咧吹的时，你胶膜承受不来会裂开，所以着用电气胶布，电气胶布较厚、较润、较硬，啊，先甲保护开。啊，那真正接好，那稳定啊吼，这把连接较好啊，一定得像安尼个挂开，啊，啊这同款哈。我你若技术感觉你较歹，你若拄仔咧学，你若接两位，哦，像这都两位，这位无过这个失败嘛，起码要这位活啊，哦，就成功啊，哦，啊你若。边啊，这个这是咱原地啦，哈。这我即马那个讲啦，哈。这个咱台湾啦，台湾伫1945年10月25有外来种的甲接伫遮，接起哩。啊，咱台湾呢一直想要出头天啊，但是咱一般是改良，但是这个是改差。改了较歹，那日本时代来迄个种，咱这接这个日本时代这个种好个呢，甲咱教育，甲咱建设，吼、哦。结果尾啊，佫中国人来，再佫点两个钉接，哇，这个歹种个，吼、哦。OK， 我来看我个远啊，吼、哦。另外，这个我个叫做三月音啦、啊，吼、哦。啊，这个小花红红，这有迄个就是罗梗梅，哦，这个罗梗梅。啊，我远啊，我伫南北道山屏东，哦，屏东平原的差不多中心点遮啦吼，也要椰林南国风味。那么，咱农场管理上惊去哦，野丁啊，甲你拍，这个野丁啊有无？哦，野丁啊，咧发足恐怖啊！迄个，因为树啊，拢爱经过光合作用，哦，较会生长。啊，你若许即个砍去了吼，伊接袂到阳光，我做光合作用就等于会夭死安尼。迄树啊会落去，树啊落去，过来树啊愈来愈弱，到尾啊就会迄个萎缩，准倒位死去哦。啊，上惊迄个。什么小花曼泽兰这款的，哦，这是号称绿癌，啊，这是，即阵讲，因为早期咱台湾都较无钱，拢有美元，哦，啊，国外进口一寡较俗的农业，诶，中国的机械入来，啊，伊迄洗无清气，消毒了无好，种迄个种子煞炸入来，啊，即嘛烫甲全台湾拢是。啊，这个三月音啦，哈。
哦，这若规个拢要开起来，就足壮观嘞。而且你内底甲外口的温度就差别五六度。这个是新疆的，这个来看这个病虫害。头拄啊，像这山药我接好啊，已经发到足大位啊，结果有一个蛀心虫，伊会钻这个骨，把你钻入去，那个钻死啊。而且感官这种，伊拢做个食迄较新鲜的、迄新的药啊吼，加迄个骨，拢给钻了，食了。来，啊，这福寿嘞，哦，这个呐危害台湾二几冬啊，这就是早期吼，哦，风声讲法国人迄个肉偌好食，哦，啊，就讲这也类似，我就迄个有这个无效的农，农改场的人出国，利用伊会当行公务门，就偷炸入来，迄个人我捌。伊二十几年前就驶进口的美国的跑车，伊后伊讲伊后到香港，遮吼，干那遮福寿的内边就原来阁会当买一台车，迄阵迄做迄种做证就对啦，第一代啊，讲，但是迄个听讲最近中风啊，啊，这就是咱海关管制无好势，查无着。好来，啊，看这个，今年的三月十日，日本的大地震，啊，因福岛发生核灾，中国就随撤侨，撤运因中国，法国嘛撤侨，啊，因用什么 A380 的来载因法国的侨民登因法国，啊，美国撤侨，那也无撤去上近的关岛，还是夏威夷，是安怎会撤回台湾来？AIT 的人前一晚就随宣布停止所有的 AIT 的签证的服务的业务，吼、哦，啊，规个拢走来伫桃园机场，啊，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倒去对，无看人，啊，你讲 AIT 的人咧，甲因的美国侨民，吼、哦，咧服务，咧验这个证件，海关。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对不？是安怎伊会当带这行使这个海关，家己设海关，真明显嘛？你中华民国只是以鸡排来遮管理的一个总经理尔嘛？就敢若讲美国的麦当劳总公司的董事会开会决定，哎，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代管伊的台湾。这个总经理若做不好，伊随时会当阁换掉嘛，对吧？只是伊即甲真多拢继续互台湾伫咧当局咧甲代理吼。有只咱会当看来讲，台湾还阁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吼。后来这郑心堂吼，这你莫看伊只细空细空，这郑心堂头像狗爷较大只尔，但是。伊会当甲一丛大丛树啊，甲你撞死去，所以你袂使看轻伊。啊，即只较大只，即只幼虫是迄个新电天鸟的幼虫。另外，我想讲要，我嘛想要食有机的菜，我想要家己试种高丽菜，哇！一日几工较无闲，无去巡，我逐工拢透早就去巡掠即个青虫嘛，有即偌济呢？这种青虫，这搁一张较清楚吼，这张吼、哦、这青虫这大只较清楚。到尾啊，放弃，因为你只要若搁无用，伊就搁发一堆；你若无需要，就搁发一堆啊。到尾啊，我即马菜拢种伫果菜市场。我即话即有保护色吼，即、哦、我嘛十几年才看到这只。啊，这就是头拄啊，迄搞种树啊，种死的。啊，另外，这另外一个品种伫我手里，只细只，好像狗样呢。这天鸟只细只，你可能毋捌看过，这可能就是新的品种。看有人是昆虫系的，研究看卖，掠转去
那发现讲是新品种，你会当用你的名来喝。哦，啊，这我有发现哦，赶紧我用血检甲注射，结果我救回来。来，你看这张，经两三个月才翕的，啊，青变变，哦，这张有救回来。啊，这脂肪春象哈，啊，这个可能会议主席的款，人家开会，讲后一顿要食对长较好食，啊，即马宣布散会，大家开始。啊，咱台湾一年拢系风台平均爱两个至三个哈，大细伊都影哈，啊，今年算袂歹，也无一个较大粒袂入来哈。啊，这我本来有做防护措施，讲惊这个 Y 字形才会裂开啊。哇！结果天不从人愿，为只个咧熬等，啊，这全倒啊！哈，啊，这较轻的风台只是把叶啊、只叶啊扫掉尔啊！哈，啊，那这个有够大，这八八风灾，隔壁的叶，你要看叶，迄个烟道足少，都爱足大个，哈，我都把叶烟道，明白？倒过来，这牙变我的。我若有甲撮几粒起来食，嘿，口味阁袂歹。这真严重，倒个安尼。哇，够够七分钟哈。来，这树西瓜，哦，长在树上的西瓜，但是我也毋捌食过啊。这我有写名，袂使搞头版，我先印好啊。啊，这野花啊，啊，这都炮弹莲雾。啊，我遐因为较无咧处遐吼，我的野生，伊只昆虫啊、动物足侪，鸟只啊足侪，所以大真侪。所以我事先有防范。伫我的工寮，我要困倒的所在，我下一个粘鼠板哦，不过再有粘着，就危险。啊，这我来开这个微电脑开关箱，我有只塞拍袂开，哇！只蛇咪伫只，把我揢掉，哇！我讲我塞开袂开，啊！只只无毒个啦，啊！所以伊嘛无甲我加，哇！只只真啊大只，迄尾啊，遐都搁差不多两尺呢，哦！只只我饲个都够大只，因为我家只鸟鼠啊，拢咧甲我食树葡萄，啊！甲食我个黄金果。但是这只这是大壳啦吼，这唔是真正大啦，我不要好大。啊，这大黄蜂，大黄蜂伊所做的收像咧顶过咧啊，吼。哦，但是这顶落啊足疼咧。哦，啊上恐怖的这个虎头蜂的收啊，我发现讲，我大阵讲，哦，开始鸟啊这多只，佫飞。结果较有看蜜蜂，哦，夭寿，这是虎头蜂的蜂寿，我准靠消防局叫消防局来处理啊。消防局就两个少年仔来，陆双都说啊，你迄大黄蜂尔啦，遐只后虎头蜂，嘛叫我甲报看里底，我讲啊，伫遐一看，两个起家拢走，我一个走安怎？迄电死人呢？我两个准靠伫个消防车在撩头壳。啊，无甲我处理者，阮判者判者，啊，阮也无炸装逼来。我毋是甲你讲迄虎头蜂，啊，你说遐轻敌也无炸装逼来。如果咱明仔我好来，好无？好。如果明仔也无来，啊，第三天靠我，我啊判者判者，阮真有勤务啦。啊，好好好，我甲你处理。啊，我准得过倒菜刀倒等等。我叫我甲拖落来，啊。第一个拖无着，紧走，下再拖，啊到下晡过甲拖一个无着，啊明仔还过来，明仔隔工落去我拖落来。哦，啊这虎头蜂哦，惊死人吼！哦，我这今仔野生动物袂少啊，因为伊食者毋知炸门啊啥吼，啊即只都毋知啥物东东，头前敢若虎形。后壁敢若蝴蝶，吼、哦，啊！这伫树仔顶做鸟兽啊，吼、哦！
啊，即马一只8000块啊，彼得啊，因为恒春遐有人咧冰箱内底吼，有发现10只，啊8万，啊所以一只8000。啊，这白鹭鸶吼，我来做者，啊，这阮屏东潮州全台湾可能敢若即个交通号志。注意伞兵，因为遐有一个跳伞场啊，训练那个伞兵呢。你不注意，有这个装备扣着吼，恐怖！啊，这块啊，去年冬天要到啊，伊开始要冬眠啊，伊开始要用土甲伊要盖起来，要冬眠啊。拄好有我发现，翕一个相片。啊，这只狗可怜。迄个蛇食一半，啊，拄仔迄个仔食吞啊袂落，我去吼，迄只蛇看着我，准搁吐血我，对啦。啊，咱台湾人有一挂大头病吼，买树啊拢爱买上大丛的、上悬的、上无人有的第一名呢。啊，我这个算一个。我营业的所在，我就干那种一丛尔，这是扛棒树嘛，吼、哦，你讲介绍用的，要搞别，我无啦，这丛无咧别啊，这我扛棒树。你讲安尼啦，我是我车顶拄好有40万的现金嘛，啊，若无够你搁讲啊，啊，若好你退去，我差不多可能考虑3秒钟至5秒钟，我都卖伊啊，我卖你。我另外翕一个做纪念，啊，都三月因啦，哎呀，2009年买去的，2年前买去的，啊，我嘿，都平地我，啊，我搁，我尾啊搁保证一丛，因为已经发到这后嘛，啊，无人买，啊，无迄个大头病出现啦，我若做需要，搁有赶紧有一个。啊，这个熊蛇还没抓到，不知道什么熊，台湾黑熊啊，哈，咬的。啊，这希望咱台湾人吼，尽量卖用农药了吼，啊，家己然后家己地吼，种一挂有机的物件吼来家己食啊，较健康，啊，袂有这个什么农药的这荷尔蒙伫空气中啊，伫土壤中啊，来影响咱台湾的环境。啊，你有咧叮当，有咧晒日头，哦，因为维他命 D 大部分爱为阳光内底来获得，啊，你为食物中较少摕着，吼，啊，你有咧流汗，有新陈代谢，你身体自然健康，啊，有咧叮当，啊，你的筋骨会较软，啊，无你若像刚刚坐办公室坐到规身躯顶壳壳，吼，啊，你食了伊家咱家己种的有机的农产品，身体绝对。比较健康的嘛哈 ，OK。好，啊，另外来讲，咱台湾民政府以后哈，来回复到日本时代。咱日本时代，我听阮爸咧讲检察，因拢讲检察大人，大人哈，检察大人。但是国民党政府来变检察，过来变检察啦，啊，过来变。地无啊，地无啊，啊，过来变插头，对不？啊，最近我有听讲是合法派遣的流氓，哦，对不？啊，所以咱民政府若接政权，咱爱好好做，即个警察爱好好加定教育、定训练、定测试，那无合格拢淘汰，哈、哦。啊，日本时代有离岸事业，吼、哦，咱民政府吼、哦、接政权，我那爱有一个新的离岸政策，就把遐个中国1949年来遮个劣等的遮个人民，要把他们当人看，要好好的教育他，好、哦，哦，遮拢伊包括伊后代拢个。一撇歹种的，就是歹啊！爱好教育。啊，台湾麦克阿瑟讲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好、
嗯，伫遮嘛，啊，即都一个变出兵伫遮，足大个。如果吼、哦，会当来伫遮，迄毋知偌好嘞。我说，就大家当然好啊，动一寡头壳吼，看会当发兵，全世界上有咱个莫大，当大咱个下骹，啊，佮发兵一个全世界上大个机啊，像咧切豆腐安尼哦，切蛋糕安尼。一块一块甲移植来，找一个较轻的所在搁浅，哦，去航空母舰甲驶来遮啦吼，想办法甲驶来，莫堪迄落伍啊，搁派遣两个国家为邻。你看咱台湾有水无？够水的水吼，但是真可惜。在明政时期，咱就咧做反清复明的基地，吼、哦。那么，换这个清朝来，清朝也无咧甲咱管理，帮咱自生自灭。啊，日本人来有甲咱教育，有甲咱建设，但是伊甲咱当作南进的基地。啊，当中华民国国民党来，伊阁变反攻基地呢。啊，拢讲定咧做人个基地，哦，你看，你看这作祟个哦，但是顶悬你有注意无？这是像迄个满洲迄个九鹏基地啊，飞弹基地哦，这九鹏飞弹基地，咱拢咧做人个基地，哦，咱希望咱民政府接监管吼，好好啊，甲台湾建设，哦，啊，环保做好，会当做一个东方个水族国。好，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多谢，谢谢。起立，立正，起立，休困十分钟。